英语袂认同，袂晓讲英语，是大众对着偏向上大的刻板印象。北门金毛国小校长甲老师为了要扭转这个印象，不断推动双语教学，透过逐天的练习，随时甲学生聊英语，让囡仔对着英语袂生分。为了配合我们国家双语政策的推动，目前我们学校有三位合格的英文老师，那另外我们会利用很多零碎的时间啊，来让学生的学习啊不间断。比如说我们从学校的环境的营造，然后有世界地图，还有我们台南的在地的地图。那这些地图啊，也呈现我们世界各国或是我们台南市各区的这些特色。当然也就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食衣住行。老师透过不断调整教学的方式来带动学生的学习动机，这也让孩子相当有感。金湖国小有一些课程，例如早上会有英语常见字的部分，那学生也会参加一些活动，那这些比赛活动都会造成他们更有提升他们的成就，然后让他们勇于说英语。虽然讲拄开始，学生面对英语也歹势开嘴，但是现在说完伊用英语甲老师互动，甚至是其他英语课，这就是因的进步。金毛国小推动双语教学有真好的成效，校长嘛希望会使甲搁较侪学校共同交流，互囡仔有学习的机会，加深学习的效果。咱听新闻的三八门采访报道。